不止体型小巧且富有收纳盒，本品的扭力更高达了250 Nm， 可应付拆卸轮胎及其他诸多场合。再加上机体处配置了 LED 灯，想在夜间或是没有充分照明的地方也能轻松使用。且其还有着符合人体工学的握柄设计，让握持施工时更加顺手，机能面来说几乎无可挑剔。同时得益于开放式马达设计，让使用者易于更换碳刷及维护马达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款商品在保有诸多功能的前提之下，售价更是相当合理。再加上国际知名电动工具大厂的售后服务、配件易购性以及不强制绑配件的特点，让消费者能更灵活组合出自己所需的工具。美国知名电动工具品牌的韦德沃特的这项产品，除了扭力等大多数规格都有平均以上的水准，加上只有 0.8 千克的超轻重量，几乎可说是相关产品之最，即使是力气小的朋友也能轻松使用，更不用配合负重而刻意调整操作的姿势，更大程度地避免了可能的工作伤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极短的机身设计，不仅让握持操作时更加平衡，再加上附带的专用工具箱，让它成为了省空间的收纳好伙伴，有需要外出携带使用时同样轻松无压力。上述优点都是这项产品人气始终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。这款商品的扭力表现不仅足以应付常见的 DIY 需求，甚至连较难驾驭的金属钻孔也可对付，而且这个套组即使包含了工具箱、电池、充电器等丰富配件，价格却不会让人感到无法负担。追求高性价比的话，不妨列入考虑之中。不仅如此，这款商品还有着特殊的二合一多功能夹头，同时可适用于二分之一正方形以及四分之一六角规格的套筒，不但不容易出现买错规格的窘境，只要另外入手转接头即可适用于三分套筒，是许多入门者的好选择。目前 Makita 的商品是许多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，不仅日本设计更加适合东方人的手型，操作起来更为顺手之外，本品同样也拥有一流的扭力，扳机上甚至还配有变速的功能，整体性能可说相当优秀。加上外形设计也是轻巧的小体积，即使手较小或收纳空间较为不足，它也会是绝佳的 DIY 伙伴。再搭配低废热、低噪音且耐用的无刷马达，产品寿命亦值得大家期待，而且品牌提供了完善的售后服务，纵观上述无不让这项产品拥有着超高人气。这款产品除了最高扭力能达到 196 Nm 以外，还具有可调降到 147 Nm 低速模式的功能，所能适用的场合相当多元。再搭配握把可改变正逆转向的开关，一键就能与锁紧或松开螺丝之间做切换，且因采用插电式的设计，确保操作过程能不中断，对屋使用频率高的专业人士而言相当方便。不仅如此，这款扳手的构造单纯，没有过多的零件需要保养，加上以尺寸及重量来说，皆为同类商品中十分好握持的一款，即使是一般居家使用也可列入考虑清单中。台湾的本土品牌达龙电动工具 Talon 以能够外销的高品质著称，小自电动起子，大到割草机甚至链锯等都是其强项。而这款产品不仅有着高规格，在安全性、续航力表现同样备受肯定，同时具有着可无段调整、最大高达 1100Nm 的超高扭力，搭配螺帽打松时的自动降速功能，更能有效降低伤害轮框、螺丝的可能性。产品亦强调了防泼水的机能，如果有需要带到室外使用，便可防止突如其来的大雨造成机器损坏，且其规格在同等售价上几乎无敌手，因此成为了不少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。
拥有三段转速、三段扭力调整，除了最高段的 205Nm 扭力能够拆卸轮胎外，更可调整到 27Nm 的超低扭力，想运用于日常生活中锁螺丝也没问题。功能上的覆盖面极广，堪称是适合任何家庭的全方位产品。同时组合中包括了工具箱及两颗电池，方便没电时随时替换，十分适合使用频率高的人体验。然而，优秀的性能及充足的配备，使其成本也反映在了售价上。如果只有偶尔会使用，且单次操作时间亦不长的话，建议挑选基本款产品作为家庭备用机。此产品具有高达 1000Nm 的超高扭力，适用于大型车辆或重型机具的螺帽，同时因其具有握把结构，而能透过双手握持而拥有的高稳定度，再搭配恰当的配重，使其相当受到专业人士的欢迎，能够有效提升工作效率。不过也因此对初次尝试电动扳手的人来说，经验的不足可能会导致不顺手，甚至因使用方式错误而有受伤的可能，再加上专业级产品的售价并不亲民，仅推荐专业工作者购买，如果对自身技术上无自信就得另寻他款了。这款扳手的扭力高达 466Nm， 可说是中低价位产品中表现相当优异的一款，且因为属于插电式的产品，只要家中不停电，就可以完全不中断的一气呵成将作业完成，相当适合扭力需求高或是经常得长时间操作的朋友选购。但也因为得牵着一条电源线，使用起来的灵活度就没有电池式那么好。同时这款商品搭配的马达属于有刷式，相对于无刷会产生更多的噪音及废热，如果介意这些缺点的人便建议从长计议。来自德国的博士 Bosch 是世界知名的电动工具品牌，他们旗下的这款套组中集结了电池、套筒、起子等配件，同时具有恰到好处的扭力及轻巧的设计，再搭配入门级的实惠价格，对一般的家用需求来说可说是相当具有魅力的人气商品。但也因为它的最大扭力只有 100Nm， 只可以说是刚好在及格线上。如果您的爱车本身需要高扭力，或是想将扳手运用在更多场合，就建议再多比较其他较高规格的商品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